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Thank you.
护持中华国际诗史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史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施动物。明理的人不应该说哪一个好人应该长寿却反而短命，哪一个坏人应该短命却反而长寿，哪一个荤食者身强体壮，哪一个素食者却面黄肌瘦。